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的平安夜，在此先祝大家圣诞快乐，平安吉祥。每年此时都是非常宁静温馨的时刻。我家大叔每年此时非常积极，你看所有的礼物都是他精心的摆放的，大部分的礼物是我们互相赠送的。这个是巧克力莫扎特球，巴伐利亚的国王二世路德维希二世，德文叫 Nussknack。 这里边放上核桃哈，后头，然后这儿摁下去，然后就核桃壳就搞碎了。德国人很喜欢这个，大叔也非常喜欢。这个车会唱圣诞歌，然后打开里面是圣诞点心，这个是我喜欢的圣诞甜点，夹心儿的白巧克力是我比较喜欢的。这个品牌的点心薄薄的脆脆的，吃起来也不是很甜，比利时的一个品牌。这个很好玩的一个圣诞老人，是一个，这是在巧克力上做的，这是大叔很喜欢这种小玩意儿哈。我送给大叔的都是冬天保暖的服装，都是很实用的衣服。这是巴伐利亚的啤酒，亲戚送来的。这是我家大叔送给我，一个是国家歌剧院的票，一个是柏林交响乐团的演出。这是柏林皇宫酒店五道餐的圣诞烤鹅餐券。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圣诞分发礼物就到此结束了，也祝愿所有的朋友圣诞快乐，一并感谢对我视频观看、点赞、留言的朋友，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下次再见。